钱吗？不用。为什么你是这边的人就不用？不用，但不要跟他讲。我不用。我是有特殊原因的，但是不要讲。刚刚他们做那个蝴蝶公主后，他们会有时候会来我们港包船到我们港，然后他经过的时候拍了尝试了。他们在博尔那边做的。对，在博尔那边做，他们在游艇上面拍的，啊，他们会经过我们港这边。这条东方中山，它是47,000吨的，然后它可以放3000个货柜。它那一台可以放几个货柜？2014。201420,000多。对。这个只有一千。3000多。所以它是它的6倍多。因为这艘是接近22万吨。22万吨啊，这个嘞？这个只有47。对啊，这个是什么德运这一个吗？不是，对呢，已经消失了，因为它离谱之后就消失了。哦，离谱，它这样就叫做离谱。对，他这个已经离谱很久了。这条，他只要待截然时间过了，这个画面就不见了，代表说他已经正式要离港，他已经申请到离港的证明。啊，他离开到这边的时候，他基本上你要找这艘船的就没有，除非他有一个系统可以开启。那条400公尺的，它力竭跟高雄报道的是一样高的。哦，一样高。也跟报道的一样高的船。在看这个信号台排班，那只就是信号台 ，BTC 就是信号台。然后你开这个信号台排班器来看，如果要出港的就排在上面。现在要出港？对，因为绿色那个字，后系楼那时候就是这条。然后 ITA 就是那一条，那条是长荣运营的，它以前是意大利航运的。6万吨，出港是这个，这是一港口的。哦，这边是第二。谁那边第二？啊，你说那一艘在哪里 ？ITA 哦，那一艘。ITA 这里啊，ITA。出港。
这样你能够了解吗？因为如果讲太多，你没有办法吸收。它小一倍，小一倍而已、哦。小一倍，因为那四万吨的。4万吨。嘿。你有看过吗？没有哎、欸。你找一下，那个名字叫米纳多。米纳多。不是不是，你刚刚在那个传播动态那边找、嗯，你点下去，然后。翻过来，要不玉天进港这个按下去，然后这边船名那边点下去，要翻过来，然后这边打米纳多，那是一个女的，女字旁的那，那个吗？对。然后这边有点点点，要不要翻过去？嘿，点点点把它打开。对，打开之后，他就有看到那个数据，大概什么时间点？八点，晚上八点。上八点。他八点饮水，大概九点到九点半这个时候会进来。啊，不过他有时候会，有时候饮水时间会改。快点时间是第二个，那个通常不需要看，因为你只要看饮水就好了。那有时候会赶时间。那这个十二点是什么意思？十二点是预定他预定那个进来的时间。进来的时间是预定在十二点，但是他晚上八点才饮水，安排这个安排时间在这里。哦。哎呀、啊，二港就是这里。他们要等那么久。对，因为他要照排班表。然后你认识一下这艘船长什么样子？
Thank you.